来了，兄弟们，这是我早上赶海的时候抓到的一只龙蝎，咱们把它放生啊。看到这个样子，应该是在一个礼拜以后就会产下好多的蝎宝宝。老铁们，感觉我做的对的话，如果你想说那加粉，我们马上赶海直播。今天的潮还是可以的，可以海螺爆肚了。老铁们，看见来赶，发现了什么来？海蛇一条，这个会不会咬人？这个不会咬人的，大家都不要怕哦。我拍一个作品需要17秒的时间。大家进来只需要给我用0.01秒的时间，一个双击，主播都非常感谢哦。巧了，早上一出门啊，遇到了一条搁浅的安康鱼。我爷爷曾经说过啊，遇到安康鱼双击的朋友，2019年家人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多福多寿。老铁们，这个双击你会给我吗？巧了。早上一出门啊，遇到了一条搁浅的安康鱼。我爷爷曾经说过啊，看到安康鱼双击的朋友，2019年家人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多福多寿。老铁们，这个双击你会给我吗？弱肉强食，适者生存，大自然的规律从来没有改变过。这条大鱼为了吃小鱼，双双毙命在这海滩上。老铁们，这个视频我就不要大家的双击了。祝进来的老铁2019年家人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